这干啥呢？嗯，又过人了。这给他笑了，笑没完了。笑啥？人家拍段子呢，我还特意找了个人少的地方拍的。哎呀，你看又来一波。他搁那干啥呢？练滑步呢？谁知道呢？真有意思。不是平时这块也不过人，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呢？这干啥？